我非常喜欢我们的音乐倪老师，一个月前看到他分手了，就在他的音乐课前放了一首《体面》。当时老师很尴尬，让我回班待着。我仗着我们关系好，开玩笑说，如果您不来找我，我就不去上音乐课了。结果老师就真的没有来找过我。 老师随时欢迎你到我的音乐教室来听音乐，但是这一次请你不要再放《体面》了，可以吗？如果你要再找男朋友，我就放了一首《好运来》，行吗？